咋办？大家都拼了命的抢的，这一轮大家觉得都是拼了命抢的，就是因为现在大家都势均力敌，对吧？每一个人都是两个人机会，我们虽然battle很强，但是就是一定要往死里拼，往死里搞，就必须赢的那种，是必须赢啊！来来，我们来说一下，他们。 一定是有一个肖杰，要不就是肖志斌，要不就是AK东。我觉得小宝可能会出来吧。小宝一个人出来 battle， 他会很讨喜啊。哦，你怎么想？因为我是这么想的，你想一下，因为其他组王一博那组绝对不会派那个红羊，肯定是大廷或者波波出来，所以说我们要拿我们这一组。 别人没有的，或者拿我们这一组相较于对方比较强的，出去打1v1。不，我觉得很强。别，别 easy， 认真点，真的，认真点。OK， 加油！等会儿干掉他们。行，干掉他们。我先拉金先，我先热身先。 我刚看到了，他们好像是杨凯跟公孙无名会上，已经开始排 routine 了是吧？他们两个要上的话，我觉得两个 B boy 好对，不好打，两个 B boy 不好打。如果我们碰到一博的队员，他肯定出 Bobo，2v2 他肯定出两个 B boy。啊，对啊，那儿公孙无名、杨凯啊，我肯定对不对？啊，我都没看，我都知道。对啊，所以说他们 B boy 我们就不能 B boy 了，我们就 dancer 啊，就 walking 啊。 全场气氛呢、啊？专业的东西啊！我们自己有想一个。你想啥？2、1，他们俩有排一点东西。啊有，就因为他们俩有一起练舞。他们俩有一起练舞。好。好，现场倒数10秒，10，低一点，是你们自己的身体状况。9，你们身体状况完全 OK， 8，上就是了。等于就是 5个人选3个了，蛙哥，你现在要把我们两个出去，是5个人出3个就好了。5，OK，有自信，那加油吧。好吧。3必须打，鹏仔干掉，必须干掉。接下来宣布的是，参加2v2battle的人选，蛙蛙酷宝战队派出的是小宝小明。哇，我的小明，好。核心武器派出的是。 乔治，藤仔，一波王炸派出的是大廷殿门。啊，杨凯没上吗？行，干掉他们，我先拉金先，演一下，我先热身先，迷惑他们呢。 他们肯定现在在看我们。我刚看到了，他们好像是杨凯跟公孙无名会上，就是要迷惑他们，你知道吗？活动一下，我们用了一个战术，就是我们故意当着全场人去做了一个热身。啊，对啊，那儿公孙无名、杨凯啊，我肯定对不对？啊，我都没看，我都知道了。啊。